kanan kiri sa diskuhan dagan kayo og tao nga tutang tanan mga tutang tanan kiri sa diskuhan kaoban ng kanay tutang tanan ki at kiday ki at kidi at kiday sige lang ki at kiday ki at kidi at kiday sige lang ki at kiday ki at kidi at kiday sige lang ki at kiday ki at kidi at kiday兄弟们，兄弟们，你们那个 O 打错了啊，是那个 Coco， 兄弟们啊，是小写的，兄弟们啊，大写的兄弟们啊，欢迎我们的兄弟们，为了美嘞，兄弟们啊，那么今天欢迎我们的假鼻子登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晚上好 ，The time is here， 哎呦，兄弟们，哎呦。小写的 O 啊，兄弟们打错了，兄弟们啊！兄弟们点个小赞，兄弟们来个小打，兄弟们多少点赞了？兄弟们170万点赞，兄弟们上我们的赞歌！台一主播，红绿灯，他身高1.98米，我1.73米。就你觉得好看吗？说实话，你觉得好看吗？可不咋的。非常舒服，非常爽，非常快乐。非常舒服，非常爽，非常快乐。非常舒服，非常爽，非常快乐。我的妈！兄弟，你们都想当我姐夫？兄弟，你们怎么这样、啊？兄弟，我把你们当兄弟，你把小黄，你想当小黄姐夫？兄弟们，左上角不要太过分，兄弟们啊！左上角有个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左上角有个福袋，给兄弟们，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一会儿给兄弟们送平板，兄弟们要不要？福袋结束，要的公屏可以不要来，我看多少个人。那么激动，兄弟们，要的公屏快不要、兄弟们看，咱们还没有给咱们黄总点关注，咱们点的关注在抢啊，点的关注抢，兄弟们啊，点的关注点赞了，我你们500万点赞了，给兄弟们来一波小舞蹈，直播间9500万人，兄弟们，我你们吓死人喽，来给兄弟们来个小舞蹈啊，兄弟们，来了来了来了，兄弟们，先看看我，兄弟们先扫一扫，给我出去。放我，在我排我后面去，啊！好，来来来来，扣我来，扣我来，都想看扣扣是不是？来来来，扣我来，扣我来。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正经啊，来第一个品，兄弟们啊，小黄这一生来，啊，兄弟们啊，喝不会啊，喝很温柔，兄弟们啊，来啊，来，兄弟们，第一个品，先给大家上一个福利品，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奢侈品，来，兄弟们看好啊，看到没？柔姿的抽取式面巾纸，来挂厕所、挂厨房、挂客厅，是不是都很方便？兄弟们，是不是？是的。来，今天小黄直播间再给兄弟姐妹们加一个挂钩。家里是不用买挂钩了，直接粘墙上。对，9.9元一袋，一面一共有1280层，姐妹们看到没？今天小黄直播间9.9元一个挂钩，再一包纸。小姐妹们听好了，兄弟们啊，这有多少单？这个10000单，只有10000单，兄弟们来，小黄再给兄弟们再加一包，两包，再给兄弟们来个挂钩，10000单9.9元一样链接上场。只有10000单，兄弟们啊，挂厕所、挂厨房都很方便，兄弟们啊，抽取式纸巾，而且长相非常的好看，挂在厕所、厨房都不会漏，是不是？想要抽，直接一抽一抽拿出来，擦鼻子、擦汗都非常方便，是不是？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只有10000单，9.9元一样链接上车。而且再给兄弟看一下，你它这边有3个孔，你挂在哪里都可以，想挂哪里挂哪里，想挂哪里挂哪里，多少单？一卷或者一包很快就用完了，是的，然后还要再去你家里放那个纸巾的柜子里去拿，而且是的，家里是不是还得安装那个抽取拿抽取那个盒子？对，我们这个有了这个之后呢，你根本就不用安装了，放在厨房里，厨房有任何地方脏了，直接一抽拿起来直接擦，而且还省了你去再买挂钩的钱呢。今天小黄直播间给到你2卷，再给到你2个挂钩，想挂哪里挂哪里，9.9元一样链接上车。而且这个纸巾是什么？姐妹们看，这个纸巾不是普通的纸巾，它还有带压花工艺的纸巾，而且一张纸里面它是做到了4层的压花工艺，相当的厚实。不就是咱们擦屁股吗？啊，咱们擦擦擦什么都可以，兄弟们是不是？来，一样链接9.9元多单，还有多单？4000单，还有6000单，兄弟们，来，能擦锅里吗？来，给兄弟们来一个擦锅里。来了，兄弟们啊，要擦哪里？哪里都可以擦，你想擦，你想擦汗、擦鼻涕、擦屁股、擦哪里都可以擦，姐妹们啊，来给你们擦一个，来吧，来了，兄弟们啊，4000单了，还有最后6000单，兄弟们，有6000单，兄弟们，不要紧张，兄弟们啊，来喽。We'll be right back.
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你晚上几点回家，兄弟们？我都不爱讲了，我男友粉特别多，兄弟们把老婆打在公屏上。看子弹，其他路人们，看一下小黄，老公粉们，来，公屏们扣一波老婆，兄弟们，要夸我今天丈母娘来到现场了啊！来，一题是1280张，今天小黄直播间，来，280层啊，来，对，两题。再给姐妹们加两个挂钩，9.9上场！耶！最后三件单，最后三件单，兄弟们，挂哪里都可以哦，擦玻璃、擦玻璃都可以，兄弟们啊！好了，兄弟们，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兄弟们啊，别刷老婆了，兄弟们啊！我现在在搞事业，我现在是没有一个没有感情的带货机器。这包真好看，来看，兄弟们，这个包喜欢吗？兄弟们，这个包喜不喜欢？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眼珠子，不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3.14159265798959594587568756。好，来看到没有？拿在手上也来，我的，换我了，我的，你的，来，你背下这个，来，托特包，哎 ，LV 的托特包，兄弟们看一下，听一下什么叫金钱的味道。哇，听一下什么叫金钱的味道。就一个样品，看一下，就一个，谁敢卖这个东西？你看我小黄，样品就一个，你看金钱的味道，这个也好好看，兄弟们，粉色的肩带跟我今天好搭哦。这是什么？金钱的味道，我的妈！背这个出去买菜，看到没 ？LV 知道吗 ？LV 来，兄弟们啊，路易斯威登的包包。是吧 ？Louis Vuitton 的 Louis Vuitton LV 金钱的味道，再给兄弟听一下。来，今天小王直播间看好了，奢侈品啊、，LV 经典老花入门款，是不是？背车去买菜。今天给大家挑了这时尚尖端，是不是？防水防油，水来。看，今天日产价去收14400块钱，姐妹们，工价14400。对，工价14400。但是我们这是什么？99新的，看到没？是的，99新的，经常很复古的，很耐背的。今天在咱们小黄直播间，9.9，你要我命啊，兄弟！9.9上身，你可以直接要我命，我不卖了，兄弟。9.9 LV， 兄弟你疯了，兄弟。9.9，你要我命吧你？哎，别卖了，全公屏都在扣9.9，别卖。不是，兄弟9.9，全部9.9，金钱的味道怎么是吧？来，今天小姐妹这个托特包啊，12899，99新的 LV 入门款，专柜常青树，通体 PVC 老花材质，整体抗耐磨耐造，防水防油，给他们看看耐不耐磨，兄弟们看，我跟你说贵就不一样，就一个样品贵哈、啊，哎，不用紧张，贵它一点划痕都没有，姐妹看，哎，就一个样品，那个尊者。奢侈品就是有奢侈品的理由，兄弟们啊，为什么它会成为奢侈品，就是有理由。你看，
电话和面。哎，哎呀呀，就一个样品，就一个样品。哎，牙套，牙套，牙套，看到没？12,899上了没？上了，要问题。而且再给兄弟们讲一下啊，可不可以买小黄咬过的这个包？来看，你要来上这样找我买。看，兄弟们眼光真特别啊！你穿这个包出去跳社会摇都非常的得劲，人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社会人，人家觉得是你是一个很有钱的社会人。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话啊，姐妹们，我就是忠实的 LV 大户，真的啊，我有很多 LV 包。然后呢，这个包其实是大家有听过一句话没？经典永不过时 ，LV 老花。他们家这个系列的真的很难去过时，而且在中古市场，在二手市场，它的价格一直都是还蛮保值的。然后今天给到大家这个99星12899，直接比公价少了接近2000块钱，这个可以放进去拍。然后有很多姐妹担心买回去不能退，正常啊，高档了，奢侈品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但是你现在拍回去，你一天之内如果有问题，你愿意承担运险险的话，是可以退的，好吧？哦、一天之内哦，一天之内，兄弟们啊，来，怎么了？啊？就是第一款，对，啊，那这个包呢？这是一起的哦，这两个是一起的，这两个是一起的，这还有个小的，其中看到没？一起的，拿刀试一下，有没有刀？嗯，刀，你是疯了，兄弟，哪有这种包那么耐造，兄弟们？啊，是不是？可以吧，兄弟们？非常 OK， 有没有？然后小黄介绍是第一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款，我自己都有包，照片给我。我来第二款粉色肩带的这个，来姐妹们看一下，来给他们看一下啊，我的是我自己的是绿色肩带，三合一的啊，我们跟我的家人跟小黄我们去爬环山，直接开价了，看到没？你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都在背的包，看到没有？我身上背的就是这一款，我是绿色肩带，这个是粉色肩带，LV 三合一，这边有一个小包，五合一，还有一个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其实这个哈是可以这样子，通常它是这样子挂着的。Oh. 我们是这样挂着的，然后你也可以把它买一个包回去，拆成两个包用。这个小包可以当成你看，对，两个斜挎包是不是？两个斜挎包。来，这是五合一的，有30多种背法，你们去某红书上可以搜啊，实用性非常强。这一款真的超经典，1910，它的公价。对，公价19100日常价啊，不，对啊，19100，对啊，一万，我说1000，19100，我不太懂啊，19100，今天它公价，我们小黄直播间啊，14899上车来，只有5单，兄弟们啊，只有5单，兄弟们，只有5单，兄弟们啊 ，O 不 OK？ 来，背这个包给兄弟们来一个，是不是？好，来，来一个舞蹈，来，给他看高不高级 ？1, 2, 3, 4。来，背上这个叫社会摇，都非常的，看到没？高档。500单你疯了吧？好，我们下一个。这500单你疯了？就只有10单。哦，好去吧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看真的假的？我能卖483单，我祖上冒青烟的，兄弟们，我卖483单了！哎呦我的妈，我祖上冒青烟了！487了！啊！我祖上冒青烟了，兄弟们，包10000之后我们卖400多万。今天不下播了，今天差不多了。好，兄弟们有需要的可以去拍啊。哦，对，哦，对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正品啊，假一赔10。哦，假一赔4，假一赔4，兄弟们，那我想买到假的。啊，假一赔4，今天你回去去验包，如果是假的，赔你赔4倍，你10000多买的，赔你40000多，兄弟们。是的，假一赔4，回去可以。可以啊，大家可以放进去验包啊，假一赔4，拍下未付款，拍了500、400多单。什么是99星？99星就是它不是全新的，但是几乎等于全新，只是因为说，它是二手的，对，所以才会这么便宜。它是二手，可能前一任买家他买回去只用了一次，就几乎全新。99星就等于几乎全新3单了啊，那没3单。那我们下一个品吧，行吗？没下一个吧？来下一个品，来很多姐妹，来，很多姐妹现在找小黄要这个手链，周六福的，是不是？对。来之前很多姐妹也，我收到了很多回馈，说单条的太单调了，她想要多层的。来，对，
今天周六福来了哦，他手上小环现在手上不是一条哦，不是两条，是一条多层的周六福的双层925银带珍珠，显得整个手特别修长，特别好看，不管是叠戴还是单戴都非常好看。来，姐妹们看一下啊，是带证书的，姐妹们啊，来看到没？看到没有？带证书的925银才是我们周六福打拍子的，兄弟们看到没？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只有1000单啊，看一下，看到没？299，今天在咱们小环直播间只有1000单，戴起来非常好看。925银，通体925银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晚上睡觉洗澡都可以戴，不容易掉色，不容易氧化，姐妹们是不是？来，今天吊牌价周六福299，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只有1000单，49.9，一号链接上场。而且姐妹们，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不管是送人送礼自己用，还是送女友送家里，都非常有面子。首先它什么？周六福大牌子，大牌子，大牌子，看到没？来，带证书、带礼盒、带包装，姐妹们看到没？带证书、带礼盒、带包装，送人送礼非常好用。来，包括你睡觉洗澡都可以带着它，不容易氧化，不容易掉色。来，戴上你的手臂上的。非常显得你的手臂很衬你的肤色，而且呢，显得你的小臂非常修长。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垂感的珍珠链。1000单卖完了。对。啊，兄弟们，没货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因为这个是新品。对，那你看小环如果迭代的话，能不能做一下预约，或者再挤1000单给我？有300位兄弟还没出来，来上来。来，看到没？我刚才小环是迭代啊，来，现在是如果单戴它也不会显单调，它是什么双层的通体925银带珍珠项链，显得你手臂非常修长，很衬你的肤色。睡觉洗澡，小环这条已经戴了4-5天了啊，睡觉洗澡都可以戴。为什么它不容易氧化，不容易发生锈发黑？它是不会生锈的。为什么？我们有带证书的通体925银日常价，看到没？周六福299，今天咱们小环的直播间49.9，最后300单，一号链接上车。就是大家买回去送礼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有给你一个周六福的袋子，是的，给到你一个这样的礼盒，它是装在里面的，然后还会给到你一个不掉色，姐妹们啊。关键是它这个哈，链子是925银，这个还给你一个珍珠，看到又完了，卖完了，又卖了，这是一个珍珠哦。那没下一个品吧，下一个没办法，先亮爆平板，一会儿8:30给兄弟们上一波平板，好不好，兄弟们？兄弟们8:30给大家上一波平板，给大家给5台平板哈，不易氧化，不易发黄发黑，姐妹们啊，来下一个，我这已经戴了4-5天，姐妹们啊，你是说如果925银呢？925银呢？如果你戴个1年2年，它肯定稍微有些黑的，兄弟们啊，但是呢，咱们这个925银啊，你正常佩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姐妹啊，洗澡睡觉都可以戴啊。兔子想要兔子，什么兔子？兄弟们怎么什么兔子啊？啊？什么兔子？想要兔子？是 K 哥直播间的兔子吗？你去拿一下。K 哥直播间的兔子吗？什么兔子？哦，兄弟们想买兔子是吧？哦，不是啊，925银不是电镀的，通体925银，姐妹们啊啊！哦，这个兔子是吧？来，有链接吗？有链接吗？马上找一下，兄弟们是不是要这个兔子？兄弟们是不是要这个兔子？姐妹们看。来看一下衣服是什么？禁言。没有啊，说是这只对吧？来，今天这只也是一个炸的福利品，来给大家看一下，迪高的软萌贴心，宝宝晚上睡觉抱着方便，是不是？来，你晚上你放在飘窗上，是不是也是一个作为我们家里一个软装？来，你放在床上，是不是也很可爱？作为一个搭配，作为一个配饰，拿起来抱起来拍照都特别衬你的肤色，有没有？今天这么大一只兔子，看有多大，来，看。很大只，有没有看到没？这个你正常去买这样一只兔子，姐妹们，正常这样去买这样一只兔子，女生都是拒绝不了毛绒娃娃的，是不是？来，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这只兔子，这个有多少单？这个是5000单，只有5000单，六十厘米的兔子，快要接近半米了，兄弟们啊，60厘米的兔子，半米是50，哦，半米多了。来，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姐妹们听好了啊，只有5000单。这么大一只，你外面夹娃娃随便夹40-50，你随便去外面便利店买，超市去精品店买40-50，甚至100多。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不要了啊，40不要，50不要了啊，来30也不要了，今天小王直播间5000单，19.9，上场。送人送礼物非常好看，是不是？来，兄弟们啊，很好看，抱在床上睡。
觉的时候也特别方便，是不是？来风的飘穿上它是一个软装，买给自己的女朋友，甚至买给自己男朋友，宣示自己的地位。来，看到没有？来买给自己宝宝，他为作为一个帮他成长的一个玩偶。姐妹们，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只有5000单，19.9块一杯奶茶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只这么大只的等等啊，一只这么大只的兔子。姐妹看到没？很可爱，通底是白色跟粉粉的软糯的配色，看到没？而且它不小只，它很大只。正常我们去买这么大只的玩偶呢，40-50块钱是肯定要有的，是不是？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回弹性非常高，这只玩偶19.9块一号链接到达了，3000单，最后2000单一号链接上车，看到没？这回弹性。来，看到没？这回弹性。而且跟大家讲一下，它不是那种劣质的小兔子，因为能过我们三只羊的品控，它一定是各种证书资质全部都齐全的。公母混发，它这个公母混发姐妹们，然后它这个哈，它给你棉填的是很饱满。衣服没卖兄弟们，它是有回弹的，到身上。什么衣服没卖兄弟们啊？确实衣服还是也是兔子。我们这个衣服。挺好看的，什么？兔子变形的不会，兄弟们啊，这个兔子啊，它就是你看，你怎么弄它没有变形，你怎么弄它都不会变形，看到没？回弹，你看是不是？你看我压扁，好看，回弹是不是？哎，变成一只小兔子，还是一只小兔子，看到没？来，质量好不好？给兄弟们看一下。来，很多人担心这个小兔子耳朵是容易掉，来，今天咱们小黄这边看好了啊。再给你多少单了？多少单？多少单？3500单。你，我劝你把它安回去。你最好是把它安回去。只有一个样品，就 K 歌有。哎呀，哎，兄弟们，谁问的那问题？兄弟们，不会有人这么去扯他的，是不是？你宝宝力气再大，有我大。兄弟们，怎么一直说要这个链子啊？这链子还有吗？链子，我看一下。啊，还要练字，去找周六福。好，打电话。还有多少单？100单。哦，是吧？那我再卖。行，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你正常的玩偶呢，就是一些凸出来的地方呢，对吧？没有没掉，兔耳朵怎么会掉呢？兄弟们看，看，这耳朵不会掉，看看没？两只耳朵，你看，不会掉，是吧？不会掉。那买回去可以洗是吗？啊，这个就是说呢，你看质量好到这么用力扯，只掉了一只，看到没？另外一只完全一点。我的妈！兄弟们看啊，它这个东西就方便大家是什么？真的憋不住。对，就是这个兔子还能方便兄弟们什么？你就是把它弄掉之后，还能锻炼你的针线活，是不是？你可以再把它缝回去锻炼自己的针线活，还可以有个手工的，就是以兄弟们之间互动的感觉，是不是？你孩子不小心把兔子耳朵扯掉了，你身为一个好妈妈，给它缝好，孩子记你一辈子。我不会想的，憋不下去了。还你永远是孩子妈妈，他永远记得你，兄弟们，是不是？人家肯定不用缝这个兔子，人家也会永远记得妈妈。你能不能换一个词？反正就是很互动性，是不是？你不仅能玩能撕还能缝，是不是？很多玩偶都做不到这样的，但这个兔子什么？你看它就是撕完之后，来，我今天手手好欠，很无聊，刚好就可以缝一下这兔子耳朵，是吧？缝得更扎实一点，是吧？更自己让自己更安心，宝宝更开心更放心，是不是？哈，今天19.9块哈，兄弟们憋不住，真的憋不住。还有多少单呢？最后1000单，还最后1000单行吗？最后1000单，19.9块行吗？对啊，如果不喜欢兔子，把耳朵拿掉，它会变成一个雪人，看到没有？你这就是足足打，这是一个趣味性的，行吗？想要让它变成雪人还是兔子，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 ？O 不 OK？ 看一下啊 ，OK 哈，雪人，你妈妈拿回家就是，兔子玩腻了，把耳朵摘下来变成一只小雪人，是不是？很好看，冬天的时候搭配特别好看，是不是啊？啊，19.9块，最后你们愿意拍就拍哈、啊。最后多少单呢？还有800单。好，你们还有800单。好，下一个女生。啊，不愧是黄董啊，这随机应变能力真猛、啊，是吧？是吧？兄弟们啊，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别的。兄弟们把黄董真牛扣在公屏上，买回来自己 DIY， 是不是？趣味性，增加跟宝宝之间互动能力啊，可以啊。来，下一个品来，来下一个品来。有很多宝贝在问的左点胶质袋，你知道吗？是的。这个品今天在抖音卖了3万单啊，在抖音这个平台它卖了3万单，是的，大爆品。为什么？来，我跟你讲，因为太多人需要它了。来，姐妹们啊。
为什么需要它？一个拥有一个好的体态，比你减肥穿进小一号的衣服更有效果。气质上来了，你是不是就美了？姐妹们，是的。来，后背的力就来给兄弟们展示一下。我们平时是不是含胸驼背玩手机特别丑？我们两个一起穿，还是我先穿你再穿？一起穿，来，一起穿是吧？来，再来一个人。啊，含胸驼背特别丑，尤其是咱们呢，你如果坚持每天坚持回去带个两三个小时，一个月回来之后呢，你会感谢小黄的啊。来，现在我们女孩子有的时候她不是胖，有的时候她不是体态不好，有的时候不是显得臃肿，就是因为体态不好，脖子前倾。哎呦，欢迎我们的老边的边，发出红包，现在给我 K 个点点关注啊 ，K 个点点关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玩手机的时候啊，是不是体态特别不好？来，含胸驼背，脖子前倾，来，我们一起展示，我正常放松是这样，正常放松是这样，我正常放松就这样的。对，而且你看这里也往前倾了，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拉啊！来，我跟你讲，一拉一提一放，这样子，你好了吗？顺便可以看一下啊。来，别人看啊。来，我平时状态是这样子啊。来，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左点的交织带看到没？然后我们这样一拉，来。我卖啊，是吧？啊，正经卖你别。好，来来看，来，整个体态是不是上来了？整个人是不是也显高了？是的。看一下，来，如果你的宝宝家里经常在写作业、看电视、玩手机，体态不对的，尤其是写作业长时间，小孩子也能带。这个就是什么？小杨哥买给他小宝了，买给他大宝了，因为大宝写作业玩手机，经常就含胸驼背。从小我们体态从小抓起，是不是？来，是。今天这个交织带，我们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两三个小时，从现在开始，这个夏天悄悄的卷起来，等到我们七八月份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穿衣服你就更显气质，你就赢了，是不是？来，日产价299，今天直接立减239，上车。有耶！大家看一下日产价，日产价它是299，你知道吗？当你穿上这个交织带之后，就是你想要玩手机、含胸驼背都是一个问题，你看到没有？而且它是很多明星都在用，它会时刻提醒你，你要你看一下，我们就正常，我们写作业坐着是不是通常会这样？它你看，如果你要弯下去，你就只能往前倾，因为它这里后背，你给他们展示一下，这是一个硬的，它这里是一个硬支撑，姐妹们啊，对，中背部中线这是硬支撑，别家的常规的胶带啊，它没有支撑力，而且我们这个是可以调节松紧，穿戴非常简单，姐妹们，而且它什么高弹的针织，生长很自如，可以把你一些，尤其是咱们女孩子体态不好的，是不是这里？有些副乳地方是不是特别不好看？是的。来，你经常喊挺胸抬头之后呢，调整你的体态，整个人就自信起来了。其实大家是尤其是有宝宝的，一定要买给宝宝，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爱看电视的时候就爱含胸驼背，是不是？是的。来，非常耐用也非常好看，而且很多明星都上身了，来给兄弟们看一下。给兄弟们看一下，看到没有？张雨绮身上也穿了，看到没有？很多明星都穿了。你看，这是她参加综艺的时候，然后你看这个是景甜，看一下，然后这边还有伊能静。对，很多明星都在穿，都在调整体态的同款的这个交织带。是的，对，来，不建议大家整天去使用啊，每天佩戴个两三个小时，来，不间断的提醒自己，纠正辅助你提升自己的体态，拥有了好的体态，你不管你穿衣比你减肥穿进小一号的衣服。对你的第一印象会很好，是的，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特别有劲，像我们经常会路上看到一些体态特别好的人，体态特别好的女生，是不是？从小学跳舞，为什么咱们家长要把孩子从小带去学跳舞？就是让他想拥有更好的体态。有一些舞蹈生生来一些练芭蕾的，生来就是特别好的气质，走在路上都特别好的气质，走在路上回头率特别高，是不是？来，从现在开始悄悄的卷起来，日产价299，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姐妹们立减239。而且是带礼盒包装的，看到没？带礼盒包装，你不管送人自己用都非常有排面，非常有支撑力，一拉一扣，一扣二拉三就挺 ，biu 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你从后面看会更明显，你看一下。是的，来。正常我们体态是这样子，有展示出来吗？有，来，你看一拉，一拉一拉二扣，看到没有？三就挺，看到没有？
因为咱们普通人呢是很多人普通肩膀，普通人很多人是肩膀内扣的这样子，肩膀内扣，肩膀内扣，对，会显得，对，会显得你两臂很粗，对不对？是的。然后呢，还有人圆肩驼背，然后小腹突出，所以呢，再加上又没有人监督我们练习，所以这款矫正带呢，你戴上之后你就感觉立竿见影。来，质量怎么样？这个质量非常好，姐妹们，它是一个高弹针织面料，然后里面呢，看到没？它做的是像那种书包一样，就它很亲肤，而且是什么啊？它是可以水洗的，姐妹们，你不用担心它后面的硬支撑去生锈，它不是给你做到铁的，它做到是不会生锈的，质量非常好，69，小孩、大人、男生、女生都可以戴，而且我跟你说，有很多的男孩子，他就是因为含胸驼背，本来很高，但是会显矮，是不是？显得整个人体态不好看，尤其是咱们，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长得很帅，但是他不抬头挺胸的话，整个人含胸驼背。这个男的整体性他就不帅了，姐妹们，小孩子就要从小孩子抓起用。师傅的大宝现在也在用，就是小杨哥的儿子，小杨哥儿子也在用这个，因为写作业的时候咱们控制不住的，还有，包括小时候看电视，我们也是控制不住的，就想往电视上面看。其实我跟你讲，你们就记住现在样子，等下我现在摘下来，你们就知道了。我会不自觉的圆肩驼背，你看到没？是的，你看到没？我是不是？我跟你说，其实站满瞬间我就内扣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我跟你说，其实站着还好，尤其是你坐着的时候。对，你坐的时候你就这样做。是的，哎，这个真的是普通人。真的是，然后玩手机就一般就玩手机，一般就这样玩。普通人的常态是不是？是的。来，如果你带了这个胶质带的话，它就会提醒你去抬头挺胸，你一拉，一扣，来再玩手机，整个人气质完全不一样了，有没有，姐妹们？来，要链接69上车来。李先生，可以啊，项链给他放到3号链接，看到没？小黄这个项链是非常有小巧思的，姐妹们啊。哎，8点半了，来8点半，可以吗？下一波平板，兄弟们，平板要不要？来，要的公屏扣一波，要不要的扣眼珠子，来，兄弟们啊。对，兄弟们要不要？来，平板要不要？要的公屏扣一波，要，来，兄弟们，给兄弟们上舞台，好不好？对，兄弟们要不要平板？华为平板，姐妹们，不管是看视、电视、追剧，平时在家闲着没事玩一下，都非常好用，是不是？小朋友上网课来，是不是？来，舞台要不要，姐妹们？要，是不是？来，准备好了吗？给兄弟们上舞台平板，每半个小时给姐妹们上，好不好？怎么了？来，5、4、3、2、1，上车！5分钟啊，来上。5分钟，兄弟们，给小环点点关注的可以参与哦。给小点的关注才能去抢这个平板，姐妹们啊！到时候如果呢，你中奖了，但是没关注我啊，我就不给你发一水儿，你个死孩子！不能这样子，兄弟们来看一下，左上角有个小环，请点的关注，然后再点一下这里的福袋可以参与。是，可以参与，姐妹们啊！来，我们直播间中奖几率可是比师傅直播间大多了，兄弟们啊！毕竟我们直播间现在只有5万人。是的，来，看到没 ？O 不 OK？ 来，很多姐妹问项链，来给兄弟们上了啊！来，很多姐妹问项链，我跟你说，小环的这项链是有小巧思在的。有没有喜欢穿不同风格的姐妹？今天穿可爱风，明天穿御姐风，隔天呢穿个废土风，再隔天呢穿一些比较Y2K。来，这款项链是非常百搭的，不管你穿任何的衣服，它都非常的百搭。为什么？看到没？它是一个四叶草，很经典的形象，而且它四叶草很大，有没有？就是你看到小环，就算即便穿了这个圆领的 T 恤，你还是能注意到我的项链，有没有？它很大，不是像有些很小的看不清。来，再来，如果你今天穿的比较甜一点，你就可以搭配这个甜甜的四叶草。如果你今天穿的比较酷、比较飒、比较御姐的话，来注意看好了，它的四叶草可以拉开，哇，而且它是变成锁骨链，看到没有？变成一条，你可以往这个往下拉一点。来，我把这往下拉一点，来，变成一条锁骨链，然后四个爱心卡在这。对，它就变得非常的御姐跟纯欲，有没有？来，一条项链两种戴法，姐妹们。925银的。来，925银，不容易发黑，不容易生锈。来啊，不会生锈啊，不容易发黑，不会氧化。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听好了啊，我自己买是299。今天小黄把你价格打下来了，兄弟们啊，都通体用的是什么？云母贝，非常好看，带有点镭射的，99，只有500单，只有500单，要链接上车，要链接，99买一个项链，带礼盒，带包装，送人送礼，非常方便。小黄撒谎王八蛋，这一条项链已经戴了3个礼拜，至少戴了整整1个月，看到没？跟新的一样，没有发黄，
没有发黑，没有氧化。很多老粉肯定可看到，他已经戴了应该有一两个月了。我戴了非常久，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作品，很多作品我都是戴了这条项链了，只有599，一号链接上车来。然后兄弟们可以给小王点个关注，然后参与一下左上角，左上角评。福袋里有五台平板，对，福袋里有五台平板，姐妹们，左上角福袋里有五台平板，姐妹们，真的很好看，而且非常百搭。自从小黄戴过这款项链之后，我再也没有戴过别的项链了，因为它真的好百搭。而且你可以说一下，天天老婆上次来直接拿走了，直接拿走了。对，包括我跟天天拍的视频，天天也是戴着这个项链，非常百搭，很好看。很多人问小黄这款项链，今天小黄直播间啊，我自己买299，然后去找人给你。同款同质量去做了，而且并有个小巧思，看到没有？来，99，一号链接上车多少单了？200单了，还有最后300单，只有500单，做工库存不多，兄弟们啊。对，姐妹们，还有最后300单有需要去拍，来下一个屏。哦，你们好细心，谢谢啊。我要耳环要戴，是不是？可以吧，兄弟们啊。这个真的很好看啊，我反正我自己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太方便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我不管是护肤呢还是穿搭还是耳环啊，像我这10天半个月我都不换的，我就是要，我是一个非常懒的，比较百搭的项链，是比较百搭的，也不用戴，你洗澡睡觉你都不用拆，戴着也不会不舒服的项链，因为小黄我特别懒啊，我不想换项链。有姐妹问多久会变色，兄弟们，它不会变色。来，我跟你讲，它是925银，它是通体925银、嗯，小黄戴到什么时候变色，我到时候跟你们讲，反正我给你保证，我今年一年我就戴着。哎，不行，我要卖别的项链怎么办？啊，反正我就是会戴着。最后200单，理由。最后200单，好，最后200单，兄弟们，我一般都是会戴着的，因为它真的很百搭。来，姐妹们，你先给他们看你师傅的变化，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夏天到了是不是？嗯。所有的姐妹们，所有的兄弟们，是不是要听好了？是不是要开始穿短袖了？是不是要开始看身材了？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卷身材了？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师傅的变化。他现在已经，我跟你说，我看师傅挣钱我不眼红，我看他有腹肌我真眼红，我正气。看，小杨哥，两个月前的小杨哥，我看师傅赚那么多钱，我眼一点也不眼红，我看他有腹肌，我真的想抽自己两巴掌。看到没？师傅都变成这样的型男了。哦，这个不行，不能露那个。师傅都变成这样的型男啦，小杨哥赚钱我这么眼红，他竟然有腹肌，气死我了！看到没？用手用出来的。来，我撒谎八蛋啊！每次小杨哥下播的时候，他都会回他办公室锻炼1个小时，因为我之前找他谈事情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叫我去办公室喝茶嘛，啊，又干错什么事情，叫我去办公室喝茶，他都会在他的办公室锻炼1个小时。他用什么练的？来。Smoke 的平板支撑健腹轮，真不是 P 的，我在直播间我亲眼看他撩起衣服来过，不是 P， 我真眼红啊！他现在不仅有钱，他身材还好，他已经打败了95年出生的99.9%的男人了。他又有钱，身材又好，他怎么敢的？一般有钱都长得很丑的。我看着师傅，我真眼红，兄弟们，看到没？Smoke 健腹轮，它就是用这个 Smoke 健腹轮，它相比普通的健腹轮呢，它更加方便，更加轻松，更加的适合新手。怎么说？它是有一个自动回弹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要把你手放开了给他们看，来，姐妹们看啊，来，它弹回去了，看到没有？自动回弹功能就会更加辅助我们新手去练腹肌，我们女孩子练马甲线，尤其是咱们女孩子夏天要穿这种辣妹装的，是不是？来，自带计数表，实时观看数据，而且什么，还有一个手机支架，你可以立在这里开始追踪仪看直播，边做一边做一边看，是不是就忘记了你快乐健身？是不是？一边刷剧一边运动，坚持锻炼。来，今天日常价158，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哈，来，再给兄弟们，再给你一个这样的垫子。哎，之前啊变厚了，之前呢？之前给到你的垫子是这样的，这么薄，是不是？很多宝贝说反映说膝盖痛，来，
来看一下，他做了升级款，看一下对比，看到没有？他加厚了。来，今天小杨直播间79上车，而且他非常的静音，你在家里锻炼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吵到楼下，是不是？你一般买一些杠铃，你到家里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小心掉地板上，你会担心吵到楼下的睡眠了，吵到楼下的生活了，是不是？是的。来，这个是内置静音回弹装置，双轮设计更加的稳固，手柄泡沫设计很合适，你靠在这里手也不疼。来，怎么用？给兄弟们用一下啊，真的管用，姐妹们啊！来，之前我是不是给小王看过我的肚子？现在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肚子？我现在肚子不是说特别胖，但是也还可以，姐妹们，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有腹肌。来，我给兄弟们看一下我的肚子来。兄弟们，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点点马甲线，不是很明显，但是真的有了。我可以吗？可以，肚脐，别动。看。哎，我真的比以前瘦了好多。小王，兄弟们，你真的，哎，有没有以前呐？小王肚子本来一坨，我会跑出来挤出来，对，你知道吗？兄弟们看一下，因为我跟他小王两个人天天都在用，我答应粉丝了，现在两个人互相监督，每天一人200下。我这是没有吸气的啊，对，我吸一下，你看到没有？没有，哎，我真的瘦了好多。哎，好，可以啊。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铁粉都知道我每天都在练，而且我会在群里面打卡给大家看一下。来看，看到没？它是有一稍微有一点点线条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里整个都凹进去了。之前小黄我的肉都是要流出来的，兄弟们，真不带撒谎的啊！来，怎么用？给兄弟们看一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来 ，Coco， 你去介绍一下啊。好，我给兄弟们讲一下。来，我跟你说，很多人不会用。对，如果你是比较追求一些速度要快的，比喜欢比较累的运动，你就直接照原本的健腹轮那样用，你可以不用垫子，你直接就是。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对，你不累的话，你可以这样子。这一款呢是更加适合新手的，为什么它能小朋友都能用？为什么它给大家做一个瑜伽垫？姐妹们千万不要把瑜伽垫扔掉，我看到很多反馈把瑜伽垫丢掉了。它是一个什么？它是可以让你跪在来这里，非常软，你膝盖一点不疼。对，因为我们给到大家是加厚的，之前的是这么薄的，现在是这么厚的，看到没有？不，你脚最好是像平板撑一样立着。对，像平板支撑一样立着，对，然后用你的腹部去发力，用你的腹部去发力，对，基本上你的用力发力点是在你的这两侧的手臂跟你的腹部，你下去的时候用你的手臂支撑上来，一定要卷腹，而且我跟你说，腹部发力，姐妹们坐久了很累，坐久了肯定是会累，但是为什么你正常你去做一些健腹轮的话，它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什么这个它不难受呢？因为你知道吧，我自己使用下来的心得体验就是，它靠在这里的感受就是你手臂压在这里，这里是软的，你知道吧？它很舒服。打扰一下兄弟们，左上角赶紧点个关注，然后福袋还有最后15秒，祝大家中奖！兄弟们，福袋最后10秒，左上角赶紧点个关注，兄弟们冲啊！福袋里面有平板哦，兄弟们，福袋里有平板，兄弟们，我们的中奖概率可比想象大了多了。还有，用别的手机看。咱们的舞台平板，兄弟们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赶紧给小王点个关注，兄弟们啊！对，兄弟们需要买这个平板真的是人类是什么呢？是那种你没有去过健身房，也不经常运动的，你觉得你一下子上这个强度你受不了？不会，因为它是新手很容易上手的一个入门级的器械。为什么呢？运动小白，因为它带了回弹。带了回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们去健身房用那些器械不一样，健身房那些器械那个滚轮啊，真的是你需要。去平时有锻炼才可以用的，这个是普通人咱们也可以用的，小孩子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不要磕到下巴。如果你对一开始做的话，从50个起，我跟小黄现在是我之前每天150个，现在我们已经加到200个了。是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会越做越上瘾。兄弟们，我一次能做200个，兄弟们5分钟。我现在已经强度非常大了啊，我已经适应了他这个运动方式。他不是，你要用手机，用手机来，兄弟们，做一个五分钟。兄弟们没有必要说浪费我这5分钟在这做，是不是？我就跟你们说，5分钟他就是可以做200个。那我们听兄弟们嘛，你如果5分钟做200个，我们就买；你做不了，我们就不买。小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他非常适合新手。1400元 ，Coco 示范。哦，要 Coco 示范一下 ，Coco 去示范一下来。我来姨妈。哦。做。
你给我计时，来，你给我计时，你给我计时，150个，我刚才说150个啊。你说五分钟200个，学生们，我有的时候夸张一点也是很正常的，200个是不是？坐，没事，有的是时间。兄弟们说有的是时间，你给我计时来，你给我好好计时。啊，行行，你给我计时，产后啊，产后要用，产后要用，而且平时经常运动呢，对我们自己的本身的那个新陈代谢也是特别好的啊。来，给我计时来，来，你准备好跟我说啊。来，来，准备好跟我说啊。好，还没准备好啊，准备好了，开始。一个，二，三个了，三，五了，四，你怎么耍赖啊？五。加加后面算六，站后面喊出来，站后面喊出来，九十，你怎么不标准啊，小黄？十二，你下去，你十三、十四、十五，你这十六、十七、十八，我就下去就熟了。十九，我甚至能一边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兄弟们，二十五，兄弟们，你觉得小黄做的标准吗？二十六，兄弟们把标准打在公屏上。我屁股本来就翘着，怎么了？二十八，你这就是在做进步。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看到没有，兄弟们？三十二，小黄回来的时候其实用腹部的，三十三，你们看到他腹部的变化？三十四，他腹部在用力，大家看到没有？而且为什么小黄可以做的这么轻松？因为他是很适合新手入门的一个器械。而且特别的针对很多我们想要穿露底穿的女神露底穿的辣妹们，当我们把肚子练出来之后，真的我们穿短款的衣服一点都不害臊，真的有这样的身材，我走在马路上我真的我就大胆自信的露出来。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加油，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55, 小黄最后三分钟。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六十一，咱们这一个健腹轮呢，它是有一个回弹技术的。比如说，你可以想要说一天我们先从50个做起，然后到100到150到200，然后到200差不多女孩子。然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之前是这么高的，现在看到没，小黄用的那个是。加厚的垫子。第三呢，是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发力。小黄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哈，咱们身体一定要下肢放平，参考平板支撑的样子。28 89 90 91 92 93 94，你别发出声音，小黄。95 96 97 98。好，停，暂停，小黄是可以做到的。你看，兄弟们，小黄用了2分钟40秒做了100下，乘以2倍就是4分钟80秒，也就是5分钟20秒，他是可以做200下。小黄身体刚好，兄弟们，咱们让他做，他身体刚好，很惨啊。兄弟们，我一点都不累，兄弟们。这个东西是吧，非常的适合新手，是不是？看到没？来，现在这个东西你看，我一点都不累，我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叫出来，是不是？我一点都不累，就是什么，很适合新手，是不是？对不对，兄弟们啊？好 ，OK， 不需要充电，不需要充电，因为它这个弹力杆就是说，哇，好轻松，好舒服。我已经打败了直播间99.99%的人。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做了100个。你们现在还没运动，你们这群懒猪全部躺在床上吧。来，给兄弟们看一下，之前给到的垫子看到没有，这么薄，现在给大家垫子看到没有，1倍、2倍、3倍，感觉都有3倍厚了。很多人反映说之前这种薄的膝盖会疼，姐妹们现在给你做了新升级哦，价格不变，新升级，并且看到没有，它这个是带着自动回弹的，不需要充电。然后呢，它这个呢是那个，好嘞，好轻松，好舒服，爽，快点买，快买。它是符合人体学的，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两侧给大家做了一个，可以边看电视的，有幅度的一个肘部支撑，所以它是符合人体学的。这样子你就不会移位，你知道吧？普通的那个健腹轮它可能是平的，你可能这里如果你我手是不累的，容易移位。然后呢，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正确的姿势，小王刚刚那个确实不太行。其实
实是要一。我看你能有多正确。我看你能有多正确。往后退。可以吗？这样。往后，往后。还要往后是吧？来看一下。哎呦。来吧。我可以释放了吗？嗯，可以。你想释放就释放。就是你的双腿要立住，就像我们做平板支撑一样，然后这样子下去，以你的肘部靠在这两个地方，看到没有？然后这时候来，一二三，下去之后平了，看到没有？你身体是一条直线。没有你。身体是一条直线，然后这个没有身体不是。身体是一条直线啊。不是。是啊，你是故意的。你屁股太翘了，真的。这样子，那这个是跟我屁股的原因。然后这个时候你回来要腹部发力，收回来，每一步都要到位，这样子，然后收回来，这样子。哦。OK 吗，兄弟们？行吗？啊，可以啊。OK 吗？这个姿势算是标准的。如果有做的不标准的，先说，随声 sorry。啊，行吧。因为我之前是有稍微练一下的。啊，是的，是的，行吧。嗯，可以吧，兄弟们。嗯。啊，79到手一个，自带技术表，嗯、可以一边看剧，你一边看些《桃花坞》啊，看些什么综艺啊，看了。好，准备追剧，手机可以。你再给他们看看你师傅的变化。我跟你说啊，姐妹们。我师傅现在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99%的有钱人了。为什么？我承认师傅是个有钱人，嗯，但是珊珊还好，我真的是很不爽。他现在又有钱，他有钱我不眼红，他有腹肌我是真眼红啊啊啊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男人？不能露这个。不可以，诅咒师傅带一个这个月带货一定要胖回来。我们多推点吃的给他。我诅咒师傅，我们过去就跟他讲，师傅，我们这个吃的卖的特别好，一直给他推。诅咒师傅，这个月肚子又回来。诅咒师傅，这个月肚子又回来。诅咒师傅，这个月肚子又回来。重要事情说三遍。你怎么这样？师傅有钱，我是一点都不会眼红。师傅，看师傅有腹肌，我真的真不爽啊！我的妈。好，兄弟们，有需要这个健腹轮的去拍哈，电子加厚了哈，看到没有？之前的，现在的。一号链接70-79上车。嗯，我师傅现在确实太瘦了，应该多吃点。来，下个品牌，兄弟们，兄弟们，天齐的西梅汁。嗯，来，小杨哥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们之前卖的还稍微贵了一 点。我之前卖的是15袋99，现在是30。姐妹们啊，今天咱们小杨直播间听好了啊，30袋，来。到手30袋188，来，我跟你说，一袋这样的西梅汁，来，先往这边撤一点来。提醒了，给兄弟们干掉了。哎，我提醒了。可能9点。我说师傅，我说兄弟们是小笨猪。兄弟们9点可能要重开一下，因为提醒也会。我说兄弟们是小懒猪。10000人。兄弟们来啊！看手链还。打电话给周六福，我一会儿卖完天齐给兄弟们。好的。打电话给周六福问一下。好的。9点重开给大家上手链吧。对，我们把那些 A B 链看到没？好不好看？来，天齐的西梅汁一袋相当于36克的大西梅。来，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你外面去买一斤西梅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要高档的超市、高档的水果店才能买得到的西梅。来，它一袋等于36克西梅，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来，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姐妹看一下，来，配料表只有3个字。西梅汁没有任何的科技跟狠活，喝这款西梅汁呢，就跟喝果汁的口感一样。夏天到了，美女们是不是开始卷起来了？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在你饭后来一袋，今天让你怀疑人生。姐妹们，一袋基本上1.5个，基本上2个小时、3个小时，你就会想要。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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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梅的味道呢是非常好喝，酸酸甜甜的口感不会难喝。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之前小黄卖的是15袋99，今天小黄直播间再给你加一倍，30袋，
是不是要198了？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188幺链接上，这只有2000单，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真正做到了无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西梅汁。来，你看一包，一包里面有三来配料表只有西梅汁三个字。